老师，我报告一下，这现在已经就是那个 MP 的部分算到57，哦，这么然多，后三那百个四十六要算。对，哎，我看一下，十五是小时啊，不是天哦。所以一个 case 要多久？没有仔细去诶，统三计百过，多个，还是300多个包含哪一些？就是每个要算的，然后成的它的温度是50K 跟600K。就是单金属的，你只要找到 HCPFGCBCC，但是其他合金都拿来算，是这样吗？对单对。元素的其他不必要都先滤掉了，好，有没有？这件事那时候，请你学长帮你挑掉，有那时候有滤掉，有跟学长算过的所以比每对一个过，单元素的只有保留3个基本的结构，你的元素应该都是金属材料嘛，都是金属，对，所以合金最多到几元？3元吗？还是4元？什么 Geos Project 上面 download 的？还是要。嗯，那你的 QE also 那些，你知不知道呀？QE also 里面的钱应该都3元吧？对，都就最是多三元。最多3元。Tungsten 是单元素的都挑掉哦。有跳掉。那所以还差很多。这是直接 run ND 嘛，不是 relax 的嘛，对不对，这直接让 MD，对？好。然后那一个要 run 多久？一个，2天嘛。要2天，有的要2天 OK，以上，好。然后诶，好，来，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好了。啊，要改用新的新的。dead 的 case，昆凌再示范给大家看一下。新的定的，这是先用刚才那个，先把我远端修正的，啊，婚礼，哦，你站错房间了。对，对，好，然后你做 bridge 的话，不就会跟那个 GL 上都一样？如果不做自己的 bridge，什么？就是如果不做自己的 bridge 的话，就是这一面的会一大样楼哦，好像会更，完全一样，对吧？所以设定都挂掉了。看一下那个，就是 modify 最佳的那个 Python 的绿色字，绿色字，哦，绿色。
这个。它元素有没有看它看的比较哦，八地白了。哦，是。哦，所以没有设定自己的 branch 就砍掉了。原本设的都还在，没有是不是？没有，对，就是都还是你自己的设定吗？对，都包括。OK， 好。那来，那昆凌，你操作一下吧。你刚刚有一个 dead 的 case。哦，死掉了。没有 VS Code 连进去。对。你 dead 的 case 都进去看一下 SH 档。对 ，call 起来 ，call 到点印。对，然后 Ctrl O。Ctrl O， 然后 Ctrl A 选起来。Ctrl A 才会把你旧的，对，再 Ctrl V 贴上，哎，好，看一下你的 SH。哦，我们不是看这个，要看 SH 啊。这个，刚刚挂掉那个吗？对，这个。对，好，那你摆着，那你修正一下吧。你就不要动，等一下会更新，它就会变了。Accept incoming 嘛，是不是 ？Incoming 就是进来的，应该是进来了吧？好，对。是 current 还是 incoming 啊？应该是进来了吧？是不是？应该下。对，上面点一下。Accept 上面这有冲突，嘿，好，点下去，对，好，存档，有存，它是一个点就都是存档，对，有存，哦，好，那就但有啊。对，好，那你看一下有没有变？哎，奇怪，再执行一次吧。再执行一次。好，重开一次。不要存。Ctrl O， 要这个，奇怪，怎么会需要变成那个样子啊？然后老师有改过，他是虽然有两个不同版本，然后他问你你要选哪一个版本，就是你要选更改后还是更改前？
哇，那这样子100个你就要100个进去哦，奇怪了，那先把旧的砍掉啊。好吧，你们再自己去看一下。好，老，我在检查。那先来报一下这周要报的 paper。我这次找的是，跟自创结构有九个一样的，双向高张合金，然后要它是做实验去看它热变形跟微观结构。然后这边是他做这个合金的过程，他是用真空熔炼技术去做，然后重复熔炼五次确保它的均匀性之后，才去做那个不同温度下的等温压缩测试跟分析它的那个热变形的行为，然后最后用 SEM ETS 还有 SRD 技术来看它的结构。然后这张图是在说，就是高张合金在冷却过程产生像演变的。然后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配方？他为什么用这个配方？他是老师是说他那个比例为什么这样？对，为什么用这么多的元素，然后要用这种比例？哦，他是要就是添加那个以这个前面这几个为基底，然后后面那个弹幕加这三个难溶元素去看它的这个合金的影响，热变形下的影响。啊，比例还没有，他在这篇文章中没有那个，特别去。哎，问一下，下面不是有地方可以问问题？有。为何使用这个配方？上面有这个直接抠起来吗？它是主要是以镍基为主。OK， 是提高原本高熵的熔点，所以加了几个耐火元素，而且比较少量。对，它加这三个，氮、钼跟铝。嗯。它是要去看它的那个钴熔强化后的效果。对，好。然后这张图是在说，就是它这个高熵合金做完，然后冷却的时候，在几度的时候会析出特别的像。那它是在1323度会形成一个无序的 MCCLE2 像，这个是那个它的那个伽马像，然后到这个1162度左右会形成一个有序的那个 FCCL12 像第二项，然后它是那个伽马普朗像。那在这个1032度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西格玛像，然后其他这个像 BCC 的 B2 跟这个 Mu 的像是在比较低温的时候会出现，然后但是它占的比例
蛮低的，然后再来是说，这张图是在说，就是它这些元素，像钛、铁、铬跟钼、氮、钨这几个，可能会被分在前面提到的 FCC 一二项的一或第二项。那它这边，就是铁、铬跟钨，它是从图形来看是它比较偏向被分配到 L12 项的第一项，然后钛、钼、氮跟这三个这几个会比较偏向第二项。然后这张图是这个表格是它去做一个分析，它这几个这九种元素，然后在那个树枝状结构跟树枝状结构间的那个比例，然后这个计算这个常数是，就是树枝状结构当分子，然后树枝状结构间的那个比例当分母去得出来的。那它这边是说，就是当这个常数大于的话，它会比较倾向分配到那个资金的区域，然后就是伽马项的部分。然后这两个钛跟氮的话，因为它的比例是小于一，所以它比较会偏向到伽马方向这边。然后这张再来是这张是在说这张 SRT 图是在说这个铸钛高熵合金下那个无序伽马项跟有序伽马方向的那个分析。好，然后、okay. 这张图是在说，这张 DSC 曲线是在说，就是它合金在冷却过程什么时候会出现伽马项跟伽马普朗项，然后。这张图是比，就是他们合成出来的合金跟别的文献中的合金，还有一个那个六元素的高熵合金去做它的应力应变的那个曲线的比较，对它变成高温的强度变比较好，是不是？对，它在高温的状况下加这三种那个难溶元素之后会效果会比其他的还要好。欸，那我们要做的比例比较少的也是这种耐火的元素吗？对。是吗？对。是正好是这他加的这三个。对，就是这篇找的那个这九个元素是刚好那个自创结构其中九个啊，自创结构是少那个泥这个元素。对。OK， 好。然后。欸，那这边就可以当一个很好的文献啦。就是说不改变主要那种高熵的配方，对，加少数的那些耐火的元素，对，就可以提升它在高温的强度。对，它这边是这样说。OK， 好。然后结论就是说，这个九元高熵合金在800的到。对，昆凌，这个有放到 proposal 里面吗？这边还没放进去。我在想它这个原因是不是因为原本的高熵有特殊的用途，但是在高温的强度就稍微差一点，所以它就加少量的这些元素，就可以不改变原来高熵的特性之外，还可以让它高温的时候强度变得比较强。对，只是它那个就是它的比例还是跟之前那一篇一样，就是它是以镍为基底去设计。嗯，就是它的比例都会超过那个高熵合金的35%。嗯 ，OK， 好。然后结论就是说，它这个高熵合金在800到1000度这个1100度范围，它的那个热变形行为跟微观结构的演变，那它这个是具有双向合金，主要是分无序伽马跟有序的伽马波。嗯。然后它在热变形行为分为低于1000度跟高于1000度，那它低于1000度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剪切带，然后高于1000度会有一个动态再结晶的
东西。OK。然后加这个耐熔元素的影响，就是改善它的那个晶格错配跟它的增加它的强度。大概就这样。嗯 ，OK。